921地震发生后，台大第一时间组成医疗团队，深入灾区，并积极参与赈灾。SARS 疫情期间，台大医院坚持医疗专业，协助政府防疫工作。就这两起重大事件，请您说说当年台大为社会所做的事。当然，921地震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在台湾这个历史上发生这样重大，大概我们这一代的哈，大概很少人这样的经验了。但是发生以后呢，那台大的反应是最快的，台大反应最快的。那一天呢，发生以后呢，台大医疗队就出发了，然后我们就召开紧急的这个行政会议。我们就决定，我们同仁捐助三次所得。第一个捐助三次所得，同仁捐上了。第二个，我们成立这个地质这个应应小组，我们组成各种这个委员会。第一个就是帮民众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工程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工会的问题，就是由各个老师。就是担任执行，我们有专线，也可以过来。在第三天呢，我就跟着医院的这个车子到埔里去了，就跟着病人带他，那医院院长，我们这个署秘了，还有这一些人呢，就跟我一直到了。那时候去的那个整个山路啊，根本就是这样子的。那我到了埔里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医疗队已经在那边了。那时候我们这个外科主任就是张尖尖，那个内科主任杨柏成那时候接科主任，所以他们已经在那边等我了，他们都已经开始在那边从事救济工作，所以台大动作是很快的啊。不过在那边这个我们紧急救济以后呢，我们第二个就是在那边我们的任务大概差不多，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可以做。我们就撤退到那个我们自己的西头，就竹山路谷地方。那时候我们的谢伯生教授呢，就进行很多社区医学、健康促进的什么整体医疗照护系统，就在那边推动，就把那里面就推动。所以这个是我们马上做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处理了。那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暨南大学嘛，暨南大学这个破坏了嘛，哈，那他们是要求说我们要借用台大的这个宿舍上课，那些教室上课。但我开了这个一个紧急这个行政会议讨论事情的，我说在这个时候呢，哦，我们可能要能够帮忙人家的，尽量帮忙人家。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影响我们的教学，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其实呢我说我们可能会有少少的不便，但是你可以想象暨南大学所受的不便比我们大得多了，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想的话，其实我们就牺牲一下吧，大家都同意给我。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就用教室，就是晚间跟假日给他们，就我们不用的时候，我们假日晚间，所以我们是错开的，因为错开的。而且我说这个跟他们校长讲说，一个学期，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赶快去复健，赶快去恢复，不要让他们一直拖的，让他们有个希望，辛苦一学期就可以回去了，所以这个也是台大同仁呢，也表现爱心关怀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哈，但后来这个暨南大学借到台校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们发生很多风波了哈，那个李家聪校长也为此辞职了哈，啊，这个当然是其他的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做这样的决定呢，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一个很好的事情。但后来以后，我们就帮忙很多这个。复健的工作，我们就是心理系啦，还是社会系的，成立一个，我们老师都快说，这个过就
灾害过去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心理，所以很多那个灾后症候群会出来，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些研讨会啊，成立这个諮商中心，就让外界可以来征询很多问题，我们继续来对社会提供服务。那后来这个地震结束以后呢，我们也帮忙这个，当要在因为地震的这个很多现况啊，保持一个记录，可能作为将来很重要的宝贵的这个参考，所以地震博物馆，那地震博物馆也是我们工学院的老师帮忙规划的，帮忙设计，我也去看了几次啊，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因素啊，他们后来就是弄好了，但是归属于好像是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是什么样，他们可能一系列的这个教育部的单位哈，那这个无所谓了，这个我们是说我们只要我们有能力帮忙的，那我们就帮忙哈，尽可能能够做，那当然后来要怎么经营呢，那政府有他的考量，是政府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震921地震里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事情。那再来第一个当然是 SARS， 那 SARS 呢，这个是当时候大家很恐慌了，不过台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时候所有的资讯都是从台大出来的，包括卫福部，包括这个行政院，他们要知道这个 SARS 的状况呢，他一定要问台大，因为台大收容最多的病人，所以是台大是最主要的一个战场，但是我们老师动作很快，我们这个那时候医学院跟医院的很快就成立一个研究跟临床研究小组，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出这个诊断，就是现在那个冠状病毒什么 PCR、RT-PCR 这个诊断方法，还有基因序列都出来了，然后它引起的这个肺部那个反应症状怎么治疗，我们很多这个指引就发布在国际期刊的，就变成这个标准的治疗方法了。这个是很快的。然后医学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除了医学院，我们这个应律所啊、医工所啊，还有其他单位，也一直在找这个抗冠状病毒的物质了。后来就是各种方式找出一个这个可以把冠状病毒这个皇冠拿掉的，哦，无毒的那个这个化合物的这个有机物。那就发表了，变成商品了，所以我在发表的时候就请我过来了，要我当场命名了，我就命名的台大抗 SARS 一号，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讲台大什么一号，台大什么一号，其实就是我从我那时候这个台大抗 SARS 一号，我一直也想不出什么，我就讲这台大抗 SARS 一号，可能我们将来还有二号，还有三号会出来，不一定嘛。所以那个台大抗 SARS 一号，当时候很有名的，当时候很有名，但就是冠状病毒无毒的，可以消毒，什么东西都可以用的哈。那这个就是台大在这方面的这个表现了。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实质的以外呢，我觉得我对我们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呢，也感到这个佩服了，因为医学院学生呢，他们主动成立一个咨询网页，他们医学生轮值网页，因为大家那时候呢很乱。心理恐慌，很多问题都不知道，但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轮值就是开放给外界咨询，有什么疑难杂症，有什么不懂，你就打电话进来，我们就帮你解决，这是医学院主动做的事情。还有一个，这个为医学教育的示范，医学教育的示范呢，当时候我接到很多家长抗议，SARS 这么危险，我小孩在那边实习，怎么可以？他染病了怎么办？我们要应该要停课啊，应该要让学生休息吧。但我们跟医学院长这个讨论以后，这个时候就是你更应该是出来看诊的时候。你这时候不学，你什么时候？你说什么学？你如果这个时候都不敢出来，你以后就不要做医生了。所以医学院院长说他坚持继续上课，我说我100%支持。后来每个学生
都安人安然无事吧。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机会教育，那他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也是你应该出来的时候，你这时候不学还有机会学吗？所以这次这个疫冠状病毒就没有人再提出来了，大家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了，知道学校的观点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的，在这个时候大家社会上可能会讨论，很多人就觉得你们真的太没有良心了，这个时候还让他们去去病房啊，去干什么？但是你是做医生，你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你怎么可以这时候逃兵？不行了、这个是在这个，那后来当然就是因为当时候整个社会恐慌乱了，你看和平院轰院了，台大急诊处有史以来关掉了，关门了，台大急诊处几十关门，还有万华社区啊也封闭了，造成很大的恐慌啊。那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指挥系统。所以我那时候跟几个大学校长，大家就说要呼吁政府成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指挥中心，你必须要24小时有人坐镇，消息随时可以让人民知道，然后你把所有资料都要收取，你不能像那时候你在问台大医院说今天有多少病人啊，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啊、你在了解说会不会在恶化什么，你要掌握所有的中心，那还要掌握中央跟地方的一致，那时候台北市跟中央还有点意见不一样，你看还在闹别扭、哦、我说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把事情搞乱，所以我们就是呼吁他成立这个一个指挥中心，要有完整的资讯系统，要有所有的管理的这个资料，有后勤什么东西。本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在闹的，后来知道我们讲的是这个，这是应该的。后来就这个行政院就开始宣布，本来是他是劝我说不要发布这个新闻的，但是这个各大学校长都已经联署了，我能够不发布吗？我当然他们说那是从你那边发布，我说一向都是从我这里发布啊，我是龙头大学，当然从我龙这边发布啊。但是所以呢，我们秘书说那怎么办，我说我们要做龙头就有龙头的担当啊，发布照样发布。后来他们慢慢也知道我们是好意，所以慢慢就行政院也宣布成立一个中心的委员会里面设一个这个防疫小组，还有这个后备小组，当然这个卫生署长一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这个林欣宜一组，还有后勤研究国际交流一组是李远哲负责。那从那边慢慢呢，把我们这个防疫网慢慢改善，所以这一次一开始就整个很完备了。你看，我们就不可能去要求了，因为他现在一开始就是20小时，每天都有人帮你报的，这个大家都安心嘛。哎，所以那时候我们虽然提出那个建议啊，有受到误会，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对社会还是有贡献的。哎，对，至少对这次的经验是很有帮忙的。92学年度大学指考受 SARS 疫情影响，改变了出题类型及阅卷作业方式，引起当时社会讨论关注，请您告诉我们这一段历史。也那时候也是社会上很大的新闻了、因为大家知道台大是大考中心的，台大的校长以前都是兼大考中心的董事长，因为大考中心盖在我们生命科学馆嘛，那时候我们生命科学院要盖的时候，那就是教育部的条件，就是教育部出一点经费，然后盖好以后，那有一部分作为大考中心的办公室嘛，所以这个以后惯例上，这个大考中心的董事长都是台大校长。孙政的时候开始设立，但他很快卸任了。那我接任以后就一直担任大考中心董事长12年，到李士成就交给李士成校长，所以大考中心其实跟台大的关系很密切的，刚好密切。但是我担任董事长，但是那个大考中心的主任是中央大学
校长刘兆汉，他卸任以后，我请他来做大考中心主任，因为我们罗同璧教授一直是罗同璧教授在做主任嘛，啊，罗同璧教授他退了，那我们就请这个刘兆汉来做，刚好碰到这个 SARS 时候，我们就担心这个 SARS， 第一个这个联考这个是很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啊，我们就怕阅卷一有什么不对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以后，我们就说这个所有这个阅卷呢都采用电脑阅卷，那电脑阅卷的话你就是只能出测验题了，申论题什么就不可能了，说那些资优生不利，就是他没有办法发挥，特别建中啦、北一女，他们觉得这种考试对他们不利，你只是那个电脑阅卷题对他们不利，不能够辨识出他们的这个优劣什么，就动员了立法委员，动员了立法委员。那时候我记得是李庆安啊，什么许渊果啦、啊，什么都到校长室办公室来，要我这个改变，要我改变。然后教育部也受到压力。因为你发生在阅卷之间呢，你人员要怎么安排啊？你通常你要到集中，到一起，然后在那边阅卷啊，是不是？我们都还入围啊，去阅卷的，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啊，万一有人得病了或者怎么样的啊，那整个就完了，这整个这个计分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们就这样考虑了，结果他们还是不满，不然的话那个就是。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就要调我跟那个刘兆汉主任去立法院备选。当时我说，我是大考中心的董事长，我是民间团体，我没有必要备选。那刘兆汉说他该不该去？我说我们这个大学这个入学考试，既然是民间团体，你也没有必要备选，所以我们都拒绝备选了。那时候是黄荣春当部长。黄荣春就当然就支持我了，他也不敢说你一定要去，他说好啊，你就不用去好了。后来他们在李静安那边在教育委员会改变了一个题目，他说好，我既然没有办法调你过来，我一定想办法调你过来，结果要什么审查台湾大学预算执行情况。这个咨询会他要审查台大的预算执行状况了，那你能去吗？不能不去吧，因为是台大的事情，我是台大校长，我当然去了。好吧，那这次我就不能拒绝，我就去了。当然还是问的是还是联考的事情嘛，还是联考，还是那个阅卷的问题吧。那当时我就坚持说这个事情乱到现在，考生都心慌意乱了，是不是最后这样定了就定了，不要再改了，只要大家心安，一切都就不是问题了。后来舆论都支持我，不要再改了，不要再改了，就是舆论都支持我，所以立委也没话讲了，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定案了。这个也是一个插曲了。